各位球友，我先来介绍这个网球这个握把这个胶带的，对不对？市面上很多的胶带都是这种的，是台湾制的。那我右手拿的这个是日本制的，它这个胶带是整卷的，它很好用，就是它有弹性。那这个胶又好，这个没有弹性，胶又不好。那我来去示范一下这个如何的使用。现在我们把它拿一只球拍下来，你看，那我把它剪出来，然后轻轻的，它有弹性，它你看我这个弹性很好，那剪下去就好了，哦，剪下这样子，然后当你剪好，它薄薄的而已，剪好以后，哦，这样子剪好以后，哦，那我把它剪掉，我再这样剪掉就好了。然后再贴合下去，对啊，这个胶带好，一个好处就是你轻轻的弄哦，它整个就贴住了。啊，一般我们国内的胶带就不好用，不粘，又会散掉。好，谢谢。